选中英文，他就选英文，我选中文。好，我调放上，点这个，点哪里没看到？产品，嗯，点产品，这里输产品名，输个一，或者是一二，一二也可以，就是这个是它的线条的名称，线条的名称，这个，确定。第一个位置，距离，我看这个模特走哪里？好，这里39，打一个钉，如果打两个钉就按2，如果打一个钉按1，钉数，设置完了就确定。啊，这里标39了。第二个位置，54，打一个钉，确定。设置位置，位置完了，打一个钉，确定54。第三个位置，68，打一个钉。68确定，如果还要打的加的话就加。第四个，不要就30，看，如果第四个不要，我这只打三个位置，就把它0擦掉，不要，就 OK 了，现在可以打。钉子，胶水面向上，看不见了。胶水面向上，等一下，开口向这边。这个没事，这手上打的哪里？什么设定？看看。Mm-hmm.